在亚洲、欧洲、北美各地巡演，参加过莱比锡国际无伴奏合唱节、芝加哥世界音乐节、莲花世界音乐艺术节等著名国际艺术节。2020年1月，岩洞侗族大哥队的专辑《大家静静听》在世界各地电台 DJ 乐评人投票选出的环球世界音乐排行榜上获得第5名。2月份又在波士顿的世界音乐排行榜上排到了榜首。到目前为止，据不完全统计，专辑已经在英国 BBC、 美国 WFMU、 日本 NHK 等世界各地的几十个电台播出，并已在 Spotify、 iTunes、 QQ 音乐等50多个网络平台上线。侗族大哥是一种风格独特的民间多声部无伴奏合唱，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岩洞侗族大哥队来自侗族大哥的核心区域贵州省黎平县岩洞镇，成员都是当地的农民。由于侗族传统没有自己的文字，侗族人民把很多本民族的文化都保存在大歌里，通过口头的方式代代相传。大歌陪伴着侗族人的一生，每个侗寨里都有不同年龄段的歌队。岩洞大歌队的成员经常聚集在侗寨的鼓楼中歌唱。从2011年开始，他们也开始活跃在国际的舞台上。2015年，他们在德国莱比锡无伴奏合唱节上举行了专场音乐会，并与来自南非和德国的世界著名合唱团在闭幕音乐会上同台表演。2019年，他们在美国的5个城市进行了巡演 ，BBC、MDR、Figaro、中央电视台、中国日报的媒体都曾报道过岩洞大歌队的表演。下面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岩洞侗族大歌队登场。我们山区里面的一种什么
有赏期吧。再来，我们将为大家演唱第二支侗族大歌，也是男女混声侗族大歌，请大家欣赏一首《蚕丝歌》。这首《蚕丝歌》的歌词大意就是，大家静静听我唱一首《蚕丝歌》。到了三月蚕儿鸣，九月蚕儿单声叫不停。九月过半了，蚕儿担心它快要死了。然后呢，我自己想模仿蚕叫的声音，但是因为我的嗓音不好，唱不成。下面将为大家献上一首我们的有伴奏的一首琵琶歌，这个歌名叫做我们侗家地区就叫做单身汉。然后呢，我们两位帅哥呢就说我是侗家快乐的单身汉。然后呢，我作为一个侗家快乐的单身汉，我是为什么快乐呢？因为我家里面墙上挂满了肉，然后饭优里面装的全部都是糯米。然后呢，家里面装酒
酒壶里面都装满了酒。有孩子的朋友呢，早上起来孩子哭喊饿，娘呢就去舂米筛糠，孩子哇哇叫，然后呢我一个人，我一个单身汉睡到日晒三更都没人打扰，你说我这样的单身汉快乐还是不快乐？这是单身汉的歌词大意，请大家欣赏。上山没听什么鸟叫，只听蝉儿哭，喃喃喃，蝉儿哭凉在那枫树梢，蝉儿不及我悲伤，情人离去让我更心焦。
皮帅哥，然后呢，他在我们当地有一个外号叫做皮德华，我们都会叫他刘德华啊。然后这一位呢，就是我们的那个吴显龙同志，他也是侗族大哥的歌师。这一位呢，是我们歌队成员最年轻的一位，大家看一下，我和他长得像吗？因为她是我妹妹，她叫吴艳琼。然后呢，我旁边这位是我们的侗族大哥省级传承人吴学梅老师，然后呢，她也是我的启蒙老师，我侗族大哥的启蒙老师。大家给点掌声，谢谢。然后呢，这一位是我的就是我非常好的闺蜜，也是我唱侗族大哥最好的搭档之一，叫欧化琴，然后我们都会叫她小欧同志。这一位呢，也是我的启蒙老师，侗族大哥的启蒙老师。我小的时候啊，就是跟着我的两位吴老师学唱侗族大哥。小的时候我们就在鼓楼里面学对歌，现在呢，我们三师徒啊，就把侗族大哥带上了国际，也带到了上海来跟大家见面。那么还有一位也是姓吴的，也是我的闺蜜，也是她是村级的侗族大哥传承人啊，村级的吴献云。因为我们侗家啊，吴姓是最多的，我们侗家吴姓最多，所以呢一般他们都叫我吴老师的时候，就所有的人都会叫我吗，都以为自己是老师，都是吴老师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将会为大家演唱下面一首歌曲，请大家欣赏。
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叫做《五月初五》，也是一首和蝉有关系的歌。接下来我们将给大家带来一首琵琶歌《山里草莓》，它的歌词大意是这样的：草莓有刺不敢去沾边，柿子高挂我也不敢抬头望，你无心相送害我白睁眼，手不敢伸只好把这口水咽，高坡树叶舞翩翩，包裹结在树尖尖，眼看得见可以摘到手，心想送你又怕你说苦不甜。是走进仙游山，歌词大意是这样的：走进仙游山，听见画眉在吟唱，苍山绿水，画眉声声叫不停。走进林巴山，听到黄鹂鸟在绿叶中欢歌，他遇上了爱的人，哥哥人好却娶了别人，那么般配那么好的情人，却让别人心贴心。
只记得帮我的朋友们帮我的队员们介绍了他们的名字，然后忘记了我自己。大家想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？大家好，我叫吴金燕，口天吴的吴，房金的金，燕子高高飞的燕。好，请大家记得我。大家想不想跟我们的歌师学唱一首或者是一句我们的侗族大歌？想吗？我想让我的老师教大家一句《蚕之歌》的一句，行吗？吴老师有请。学生给我教吧，学生管我教不了了，学生教吧。吴老师非常的谦虚啊，那这个事情就由我来代劳了。想学的朋友们举个手，行吗？大家踊跃度不是很高啊，来，再来一次，举下手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学一句，娘啊娘。哎，可以，娘。哎，对了，就是这样，娘啊娘。都是大学生的，非常棒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演唱下面一首歌曲，请大家欣赏。每唱一支歌，
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六洞琵琶歌情伴佳人，歌词的意思是情郎住在那遥远的地方，相隔万水千山，郎在哪个寨子自会有哪个寨子的妻子，跟我们闲聊也没多大关系，咱们对歌也只是为了开心，让你休息娶我你又不乐意，请大家欣赏。好，都干了，米勒。这样的嘞。是侗族大哥秦伴恰是一兜好白菜，他的意思是我一心想要得到你，秦伴好似一颗白萝卜住在那礼品府，在十字街中间，我迫切想要得到你，朝思暮想却得不到你，总在凄凄总想念你，像蜜蜂迷恋花蜜，蜂恋花蜜至少还有蜜糖吃，你为何不记得我们曾经说过的誓言，虽然曾经的嫩草已经变成了八芒草，它们都是一样的草，即使不爱我但千万别欺骗我，你也不曾铭记我们的海誓山盟，抛弃我单身到如今，心里感觉到隐隐阵痛，就像火苗冲破了浓烟，请大家欣赏。
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叫做《他人唱情歌》，歌词的大意是：别人唱歌在呼唤自己的情人，今后我唤谁为情人？今后我呼谁做情伴？无论看哪个山湾，总是被云雾缠绕；无论看哪个山湾，也被云雾笼罩。某日你和你的妻子同在三角冲头劳作，我却总是思念你。请大家欣赏。这首歌的意思是，如不唱歌，同伴都说太珍惜；坐地唱歌，同伴都说太直率。说我直率就直率，人生在世，在世能活多久，生命长河有多长。山岭不倒山冲塌，山塌买酒水不过，他山埋田伤心多，山坳沟弯能跨过。唯有死亡真的无阻拦，请大家掌声有请。
感谢我们在洞都黎平欢迎您。